以为我会抛弃你，怎么会呢？殿下，有人看到他和内臣私通。真的是情信吗？就是情信。来人，拖下去杖。那位内贵人掌中的情信与殿下有关。殿下有令旨，杖我吃。是臣内人，他们要打死你啊。好了，找到了之后立刻拖回去打死。他在这儿呢。还不住了。宣召，怎么是他？你绣的这个鹤真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。那给了剑生，剑生能答应妾一件事吗？你想让他答应你什么？我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妾了，不对吗？